MP 深夜快闪韩国开唱前，除了吃饭跟书画以外，几乎没有其他剩余的时间可以小游韩国。但是对超级潮男谷谷来说，只要还有一丝丝的时间，就不会放弃任何可以 shopping 的机会。这也是新沙洞，然后我觉得算是韩国就是比较新的品牌的地方，逛的地方还有很多是那种店里他自己创的，然后都蛮特别的。如果趁过马路的时候，你看一下这是谁？这我知道哦，那个李敏镐，李敏镐对不对？啊，我也是有涉猎的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娱乐圈的人。逛街逛街。哎，姑姑啊，这些女装你可以驾驭吗 ？Oversize 也许可以。那你这间女装店你要逛吗？我上次还在买两件衣服而已。真的假的？这件一定要逛。哎，我想逛，我要逛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件有点古着，这件还不错。我这件还不错，你可以逛这件。好，我们先逛这件。马上购物，有没有？哎，你购买效率很高哎。谷谷短时间战斗逛街实力有多坚强呢？你看这一进去店里不到十五分钟就出来。哎，你没有买东西吗？买超多的。在哪？全部都在新的背包里。我跟你讲，逛街最爽就是看到一个喜欢包包，然后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啦啦，谢谢。哈，超重的。1234567，8。还有一个帽子，要试戴一下吗？好，试戴一下。好，那你先转过去。好，这过程不能被人家看到。等一下，可以了吗？还没。好了。那个很帅的表情吗？可以了。哇塞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吊牌？对。对，这就是他们手上。对，哎，这我吃过，这我吃过，这好吃，这最好吃，这个对吗？你要自己点吗？那怎么说？好点，好点，好论慢牛，好论慢牛，多少钱？好论慢牛，8:2。OK， there will be discount。Thank you， 潘沙米达，潘沙米达。太不好了，是你太不标准吗？四角，好香哦，很香哎，都闻到了，没烟。嗯，好闻，就很像我们火锅料的鱼板，但是味道比较不一样，口感也不太一样，很 Q， 很多汁的感觉。鱼板加豆皮综合版。好吃的 Oden 吃着时间分秒过去，越来越逼近回饭店书画的时间，但是谷谷好像还有遗憾。最厉害是草莓松饼，哇，看起来很猛哎。怎么样？他没办法外带，他没有办法外带。你要吃吗？看一下他的表情，不能吃怎么办？他说时间不够，算吗？不然下次来再吃。假装咬他好了，假装咬他一口。我怎么那么好控制啊？啊，时间来不及，只好放弃谷谷爱的甜食。由于怕下班时间路上会塞车，谷谷决定带大家一起坐地铁回去。买票了，来。中文。等一下。一次性交通卡，一次性啊，一次性啊。这谁不会啊？一次性交通卡。你确定他买对？要不要帮他检查一下？可是他怎么没有问我们要到哪一道？因为我们是直接买个车系列，我直接买个车系列，我已经发现好像还了。Sorry， 完了，知道了，我们买错了，这是比较贵的，这是一天，你要一天，你要坐到哪里都随便你坐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表演了，我们就一天，这是无敌卡吗？马来西亚，我请。帅气 B， 还显示余额了。我再来就叫我的房子左边。哎，我现在真的会有点夕阳啊。是不是要人家带？要带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话。啊，对，分心啊，分心啊，都是分心的错，我的错啦。对啊，这些韩文我都是看得懂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确定？确定？安稳啊。不行，不能要。我现在在想的是乔森炸鸡跟炸酱面，还有刚才的鱼板。杨子太奇了。
不舒服，好人好想家。哎呀，看到谷谷的痛苦表情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出国旅游千万不要在上下班时间搭地铁哦。谷谷两小时的首尔战斗逛街，最后在闲聊中回到饭店画下句点。哎，但是幕后小组实在很好奇谷谷到底买了多少衣物，于是大胆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待会可以让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你可以。你自己摊平在你的床，我们去验收一下，看一下你买什么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的东西，感觉拍起来比较狠。是啊。你好，我们稍微拍一下，我们就走。房间很乱。没关系，你自己，要不然你自己拍。啊，我知道，你给我整理，你可以。机器给你。注意。还是其实里面有人？没有。看一下那个是。关心你。有哇，你也是属于一进来就先乱丢的人哎。对啊，先乱丢了，因为这不是我家。哎，他已经开始乱拍了，有没有？你的笑容。很爽啊。哎，这怎么鼓鼓的？为什么这边鼓鼓？因为我睡觉都会抱。是一个人吗？没有啦。嗨，你好。OK。睡觉都会抱一个人哦。疑似是不是女装？对，这件是女装。这样感觉买很多套衣服回去。对、啊，而且混搭几盒这样，哇塞，可以穿到过年呢。对啊，这件我超喜欢的。你喜欢它的点在哪里？因为它这造型跟那个我偶像很像。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戴帽子才好看吗？哎呦，冷笑。不是，怎么戴？不屑这个问题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说那个帽子真的是要看。要看脸型啦，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的脸算属于比较尖长的，所以我挑帽子就不能挑上面是太尖的，这样就会变得我脸变得很长。好，然后你一定要试戴，还有些帽子是适合戴下去，就戴下，有些帽子要戴下去。那你今天买的这两款是？这个其实是可以戴下去的，对啊，这个就是不能戴下去，这一定要戴斜斜，戴高高的，差一点点在上面就好了。对啊，这个这样戴这样就好了。那你今天表演会好的，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自己 enjoy 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与 MP 短暂的韩国开唱一日行程这边报告完毕了，之后 MP 继续飞往世界各地表演 non-stop， 未来还有更多的精彩报道，敬请期待啦。完全娱乐下班时间，好，开机，急到有点近，我把心关掉，好，站稳你的脚步。谷谷的眼睫毛好长，韩国独家报道。